之前咱们在极难挑战中，只有空棍小队能够战胜这些各种恶人僵尸，看得大家伙直呼极限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咱们用混合小队试试，看看谁能够脱颖而出呢？挑战正式开始。双西瓜加柚木投手组成的投手小队。挑战失败，三大控制组成的三神小队。挑战失败，柚子电能豌豆茄神搭配的强力小队。成功，虽然只有前身挂了，但他才是大功臣。葵姐生菜灌草组成的近战小队。依然挑战失败，近战想过太难了。猫尾草、军炮、鱼钩草组成的追踪小队。挑战失败，火龙、火爵、油菜组成的纵火小队。挑战失败，水仙花、吹风甲缆组成的吹风机小队。挑战失败，斯巴达、龙血树、海葵组成的新植物小队。不堪一击，椰子、香蕉、冰仙子组成的手动小队，有可能吗？没可能。
换成冷静草，奇迹也没出现，克制的太多了。蛇妖、花菜、金缕梅组成的魔法小队。挑战失败，冰狐、寒冰菇、冰龙组成的寒冰小队。挑战失败，你觉得还有哪些三圣组合能通过这个二人关呢？